抓奸线前监听没距离，十个买九个零。你敢跟我请教？你敢去？去狐狸家到底玩过啦？抓奸不用这么辛苦，有迷你抓奸机，还能现场直播。北市刑大日前逮捕一名36岁李姓男子，他网拍从淘宝网买来的迷你抓奸机，一组500元，转手卖1350元，一个月已卖出70组。警方追踪买家，发现10个买9个离。有名买家插入预付卡后，设定自己的手机号码，将机器放到床下，听到交往5年的男友带小三回家上床，他人在屋外，痛到崩溃，3天就分手。还有董娘装在车上，听到老公搞车震，因为只要超过45分贝，机器就会自动启动，而且宽只有3公分，长4.5公分，最长可待机12小时。警方指出，贩售监听器材已触犯妨碍秘密罪，最高可关5年。动新闻，自己去淘宝买，报道。